就是那个飞行物把我带到了朝鲜。铁总一，大叔，你是谁啊？你是鬼魂吗？为什么不经许可看别人的照片？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当我醒来时，哪里都别去，一定要在我身边。我会守护你。5月30日起，每周五、周六晚间10点，来自星星的你。